冤家對弈，竟然思路一致。我到今日才知道，原來 Madam 你咁留意我噶。歐陽聰，聽唔聽到啊？呢個女人把聲，將歐陽聰呢個名嘅智慧叫咗出嚟啊！愛情奇局，永遠出乎意料。多謝你今日陪我，等我面對到自己一直以為面對唔到嘅事。原來你越親近嘅人，反而最睇唔清楚。火機辦大事，星期一晚9:30，翡翠台。